来，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风台天袂歹呢吼，冷冷啊，真好困。但是呢，换床铺啊，较歹困。安尼啊，我昨暗讲的风台果然啊呐，离开台湾就远个六块哦。啊，我讲啊，拢无唔对啦。奶奶你受训哦，真正风台拢离咱就远个，两年半要三年啊呢，拢是安尼。当然，咱即摆要讲就是台湾的地位啦，吼。咱即个中国本来台办即摆变做即个外交这边的负责人呢，即个叫王毅。咱呢，伊去加迄个啊，就美国的国务卿，叫做凯特啊，见面。啊，伊讲的一句话吼，你也较注意个听。伊讲吼，台湾的一切在可以控制的范围。意思讲啊，台湾未独立。啊！但是台湾后摆要怎行？伊无把握，是我无把握，因为过去台湾是为着要反对国民党，迄个将国民党啊赶出去，所以伫追求台湾的独立。其实大家拢知影吼，台湾无独立的问题，问题是安怎讲？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，所以后摆啊呢，咱有讲啊，讲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原因是啥？是因为马关条约。你马关条约的时阵啊，你知影迄、那个啊，做周恩来啊，含迄个啊，那尼克森甲即个毛泽东因含尼克森见面的时阵，因讲啊真清楚啊。伊个提醒呢，周恩来特别提醒美国的国安哈、啊、单位甲讲，伊讲吼，伫1895年的5月8号，马关条约生效的时阵吼、啊，即、這个台湾片或即个土地啊，都已经是日本天皇所拥有啊。啊！啊，这个情形，到迄个时阵啊，没有改变。对，1970年啊，1972年的时阵啊，没有改变。当然啊，1972年的2月28号签了了中美啊《上海公报》，迄个时阵都还没改变，一直到今日为止啊，嘛拢无改变。所以真清楚，就是讲台湾这块土地，要个是叫日本天皇伊的所有权。但是问题是，问题是台湾这个岛内底啊。因为中国国民党为着要霸占台湾啊，所以伊是虽然是占领台湾，啊要甲咱改名，啊嘛无法度改名，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啊，实际上伫国际上的名叫做 Chinese Taipei。啊，即马真趣味吼，伫即个民航组织啊，12月23日特别伫加拿大开会时，即国际的组织，伫咱9月7日伫。华盛顿 DC 开了酒会啊，我就随接着简讯。这简讯讲啥？讲迄个民航的迄个组织啊，要邀请咱台湾民政府去参加。啊，我甲注意看，这个、一礼拜以后哈，啊，中华民国因接到一个通知，这只、个、接到的通知，唔是 Chinese 台北呢，伊叫做 Chinese 台北 Civil Administration。哎，你清楚未哦？这表示啥？咱开的迄个酒会啊，有造成一个足大的影响力。但咱今日咱这个 Chinese， 咱不是中国人，咱是台湾照战争法所设立的政府，叫做台湾民政府。所以台湾民政府呢，伫战争法内底，这个伫全世界这个地位啊，是已经确定的物件。这个确定的物件，含你中华民国，卖讲中华民国，美国都袂当甲咱做任何的处分。因为这是国际法的规定，万国公法、战争法内底足清楚的规定。即台湾民众是要由台湾本土去互占领的这人民啊，家己主动成立的这个政府。哦，这边即真真这种的情形啊，过去有无？有啊，琉球以前其实叫做琉球民政府，伊拉克民政府，战争以后互占领地区的啊，做占领地区啊，拢一定是老百姓。家己去成立，但这个时阵啊，有心的人，你像中国人，伊就想要甲咱改变，要甲咱改变。伊伫1945年到的入来台湾的时阵啊，先将台湾人甲咱骗讲哦啊，回归祖国。台湾人哦，一个足歹特点啦，就是足惊死。啊，战争结束拄啊开始的时阵，日本时代的时阵啊，大家拢知影，你若战争失败哦，人来甲你讲啊，若啥物人甲你占领啊，去甲地呢会甲你抢。哦，啊，查某会给你强奸，哦，啊，你的财产你拢无去，大家内心哦，足惊烦恼啥？战败嘛，啊，战败，尤其许想讲，我美国人拢足大仗的啊，美国人入来台湾不得了，
其实吼，咱讲良心话啦，迄个时阵吼，美国入来台湾吼，就是讲台湾有一部分人牺牲，今日未遮艰苦啦，未好，永远伫做中国人的奴隶。我若讲你伫做奴隶啊，你不一定未当了解。你想讲啊，做奴隶，电影敢那是有一个皮鞭啊，啊伫后壁伫甲你拍，迄叫做奴隶。各位，即卖奴隶定义唔是安尼呢？敢那未说要甲人占领？不是说美军在那看到美军这样叫占领，不是啊，是今天日本政府，日本国是什么？是日本如果照法律来说，他是属战败国，是美国军事政府给他修改宪法，给他换宪法。坦白说，今天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。说到这些日本人会觉得说莫大的侮辱，但实际上你自己认真看宪法是别人给你写的，无讲两天的时间，宪法给你改好啊。日本无国军呢，无日本军队呢，伊干呐叫啥？自卫队。自卫队这个名称，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军队呢。这个自卫队叫规定，未上先开枪呢。你防卫国家。防卫你家己的土地，你无多先开枪，别人人甲你欺负，都爱别人甲你欺负，欺负甲别人大炮机迄、那个枪甲你断落，你才能当回手。啊，这种的不是殖民地，啊，不是啥。所以日本这两年啊，因为2006年10月24日，咱台湾民众开始向全世界讲啊，你爱照国际法，爱照万国公案来处理我台湾的代志，你袂当。大家用感情，用政治上的这个手段，咱台湾人啊，永远都嫁未出去。你唔通想讲，你无伫做奴隶呢？你有缴税金无？有缴的举手。你有缴税金咩？哦，你拢有缴税金。啊，我问你咧，他们就一定爱交税金。啊，你税金是缴给什么人？缴给谁？政府。啊，迄政府唔是你的啊。美国判过，跟你讲啊，台湾人无政府啊，唔是国际承认的政府啊，啊你教别人啊，敢那是你的钱，领导的隔壁，你提钱给领导隔壁，讲我跟你交税金，领导的隔壁卖无，绝对卖啊，那会无啊？有人要偷你钱啊？你若无交税，伊佫跟你处罚，啊，这款的唔是奴隶，无是虾米物啊？啊，过来，你有去做兵无？总是讲查甫的啦哈。莫讲查甫啦，啊！你有囝、后生、囝儿做兵的无？那有诶拢举手，哦，你拢举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去做兵啊！咱也留爱做兵，因为这个不是叫做台湾国呢，台湾嘛不是国家啦，不是台灣。你做兵是爱防卫你家己呢。做兵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效忠的问题，效忠去做兵就要效忠，所以国际法的规定内底，把美国嘛呢，有美国人有真侪。真济全世界人啊，走去美国要申请伊个公民，啊，无都互你得到公民。但是又甲你讲，你若去主动起来，甲美国做兵，做兵结束以后，伊互你公民权。所以做兵是一种效忠问题。所以拄啊开始的时阵，日本时代台湾人会当去做兵无？会，迄人叫做义勇军，有一个真有名叫做高沙义勇军。啥物叫义勇军？毋是叫做日本军队，因为台湾人。未当做兵，不能当兵啊！因为你不是日本人。诺贝尔宪法给盖落去，在1945年4月7日，宪法在台湾实施。安尼，迄当阵开始，台湾人会使开始当真真正正效忠日本天皇，效忠日本政府。迄当去做兵，那过身去，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入去靖国神社。啊，所以这就是靖国的法律。但是因为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台湾这块土地去予美国，把咱武派。美国伊嘛无爱啊，因日本人足厉害啊。神风特工队虽然日本袂输啊，照常用神风特工队甲结甲密密麻麻。所以迄两粒原子弹，予日本日天皇宣布投降。所以，小等下，咱的这个历史课内底，咱的郭教授、郭牧师会甲大家讲，中国是。战败的战胜国，战败的战败，那个叫做战胜国，因为靠人美国
去夺迄两两迄两粒的原子弹。啊，所以呢，实讲吼，日本人是输甲足唔甘愿的，但是因为中国太大了，咱台湾和日本放弃以后啊，这个放弃日本政府放弃，但日本天皇无甲你放弃哦。日本天皇要过这块土地所有权，所以你台湾要独立，未使独立。唔是讲你台湾家己来公道，讲要独立无，无效。你都要去问啥？问头家。这间厝是你的，啥物人去咱家住？住住的，一个久，来讲，哎，啊，咱这个厝卡吼，咱来公道，公道讲这间厝变咱的，啊，敢未使？啊，这足简单的嘛。你听下怎样，很有可能，所以赶快的代志。台湾人政治上，刚才你话讲，台湾人要公道啦，台湾人要独立啦，台湾人要建国啦，要搁咋呢？你爱上无，你爱去问日本天皇。所以这是是安那，咱每一年十二月二三，日本天皇的生日，千里迢迢去到日本，去到皇宫，和日本天皇知啊。即嘛日本天皇这第三年啊，伊知啊。台湾居民是日本天皇，你一定要给他照顾。所以我爱讲一句代志：日本天皇若存在，日本帝国就存在，这就国际法。敢那日本啊，这个英国的女王若存在，安尼英国血就存在。就是头家主人啦，伫咧，伊迄个厝就是伊的啦。除了讲伊死去，伊无囝儿，无遗传落去。无甲继承落去，安尼另当别论。安那无伫国际法内底，美国嘛爱遵守呢。美国要拍伊拉克，拍迄个叙利亚，因为用化学武器，化学武器绝对违反万国公法、国际法，所以伊无甲拍，袂煞咧。这个代志绝对袂煞，所以伊能戆戆，伊个哎叙利亚唔能戆戆。但是美国不有啥物问题，叙利亚的反对票是啥？叫做基地组织啦。啊，基地组织是什么物件？就是宾拉登啦。美国想讲阿塞德是叙利亚的即马主权，阿塞德是叙利亚的执政者。伊想我甲叙利亚甲拍倒，基地组织来爬起来。啊，基地组织就是宾拉登，啊来轰炸美国的。伊想想嘿，未好呢，哈，伊无爱呢。当然，未像韩国金正恩。教导你真正啊，迄当足臭屁，好安尼气压压的时阵啊，美国想要甲拍，但落尾唔敢甲拍，啥人唔敢甲拍？因为后壁有一个哥哥叫做金正，叫金正啥？金正，我想想煞袂记咧。有一个哥哥啊，这个哥哥伫倒，伫中国诶，中国甲伊起起来足大块诶。啊！美国一日拍这个韩国的时候，伊足欢喜，较紧来将迄个伊个哥哥甲送来去东北，都要等，想要等。美国那个拍金正恩，甲拍到，这个哥哥转去接位。啊！美国想想，我伫戆咧。所以这世界吼，有政治的一寡工课吼，唔是咱所想的，但是照法律来讲，一定爱行。所以就是讲，全世界拢是共款。即马咱台湾好不容易咱行到这个地步来。咱这个台湾民众已经也讲茁壮到一种的程度啊，谁都不能忽视我们，谁都不能够看清我们，咱就直直甲行去。伊照你美国，咱官司以后美国的规定四千名来接这个证款，啊，需要四千名，三千会使不？而且五千，这是因为1945年单于来台湾接受日本投降的时阵，伊带一千名的中国人来咱台湾。迄当阵台湾的人口是600万，即卖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，多四倍。所以美国讲，伊将咱过赢嘛，过赢的第五点，美国的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咱这个原告，有啥物要求？咱的要求就是讲，我要台湾也要家己管家己，我无爱互你中国人管。啊，所以呢，真简单，咱有4000名，啊，有身份证，尤其是明年，咱的进度，中国嘛真紧张啦。所以中国明年4月甲6月要入来台湾，要透过李鸿章，要拐台湾人，你来申请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，啊，我予你免签证入去中国。是搞你阿看，绝对有足侪人会去申请伊的身份证。
但伊无想过，伊后步伊无想到，就你若申请身份证以后，你就变做中国人。啊，你若讲，啊，若发现说要阁刷倒转来，讲我要变台湾人，会使无？袂使哩啊！迄当阵就已经来不及啦，因为这块土地已经永永远远是日本天皇的。这整个的渐进化的论述足简单嘞，你若有了解，你就知影讲列地位到底啥物物件。1941年的时阵啊，日本天皇发动战争，东西咪伊落尾伊讲唔是伊啦，是东条英机啦，伊的首相。啊，伊的首相发动轰炸珍珠港，麦克阿瑟足切台湾人，诶，原因伫倒？因为咱台湾人和麦克阿瑟做一世人上界见笑的代志，咱的历史课本嘛无写。12月7日。1941年12月7日，为高雄的机场出动百几架的零式战斗机。什么叫零式战斗机？零式战斗机啊，迄、那个壳真轻，啊，底油真济，一旦飞上呢，飞到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，将伊内底组成的百外架的飞机啊，做一摆，甲歼灭。我会记哩，克拉克伫个诶，迄、那个叫做。麦克阿瑟伫个回忆录内底有讲吼，伊出来我看，伊讲啊，架飞机位置走出来，哪有架飞机？啊，伊部下讲为台湾，伊讲安奈有法度飞遮远？你会记咧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，大日本帝国的国家的力量是全世界第一名的，军队世界第一名的，因为。零式战斗机啊，真轻，飞足远诶，为高雄起飞。即当初咧，高雄机场伫对伫屏东咧，所以飞较，所以落尾啊，日本帝国开始伫东亚啊、东南亚伫战争诶时阵啊，势如破竹。美军无多甲动，原因伫倒，因为空军拢消灭去啊，制空权互日本人掌握，啊，各国海军日本嘛足强，啊，陆军嘛足悍，啊，所以呢。以真紧的速度啊，横扫这个东南亚，所以这个麦克阿瑟啊，对台湾呐 啊真惊，因为台湾人是日本人，刚才是迄当阵蒋介石将咱台湾人啊当作是日本人是共款的，所以咱有过去台湾真正有足互人会当骄傲，以迄个叫做迄个历史，你知影日本时代日本的航空母舰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，有几架航空母舰，你知不知？29架，29艘航空母舰。中国到今嘛为止，半架尔尔，迄个半架安那去共买，啊买的时阵，迄半架是安那买？人本来迄天咧，因为苏联解体嘛，啊乌克兰的迄架航空母舰内底啊做，迄个引擎啊，甲炸掉，啊拍卖2000万美金。伊中国叫一个商量去阿买，啊对我是讲阿要做海上旅馆，啊所以呢，为迄边，干那为苏迄个乌克兰开更啊大爷大连啊，开偌久？开一年半个月，一年半，是安怎？你就知影讲，迄只根本就袂使咧，迄只根本都唔是真真正正要来做战斗用的。后来中国也自己承认，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哇靠吐槽吐几次，后来中国说那个不是作战用，我们练习用，全世界现出是有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只有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，航空母舰要从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航空母舰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顶端要载飞机，世界那个地方啊，飞机飞起来去给你轰炸，上最主要航空母舰的用途了，但是全世界11个国家的航空母舰，干那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顶外无飞机，对一个中国，是安怎？伊的迄个航空母舰的顶管啊，无迄个拦截绳，你只飞机吼，为安尼远远安尼飞来停咧，唔是遐简单停的呢，一个跑道爱足远的呢，啊，所以伊若无迄个拦截绳啊，伊无法度动迄个飞机。不，变慢了，停了就落来；变了，停了就落来。什么叫落几只鬼啊？啊，除非你是特技表演，有啦。即马讲也有两三个，
啊，说驾驶员哦，有法度停停啦。啊，一只航空母舰停一两下是要创啥？所以我讲哦，美国迄阵你甲因讲，伊有甲我讲，伊知自从过美国伊啊半年，美国真济单位拢甲咱联络，伊讲啊真清楚啊。迄只航空母舰是无效，啊，过来航空母舰直接足大只对，足大坑的嘛。啊，你两阵伫迄个雷达站顶管哦看，拢看会到啊。所以美国所有的现主席在外口去造的十一架航空母舰啊，你找伊袂到的原因是倒？因为伊的雷达有一个防护罩。你伫雷达顶管找，可别你伫 A 点，实际上你伫雷达顶管看是伫 A， 实际上伊伫 B， 伊迄个防护罩的关系。啊，一架航空母舰伊的发电量是当然是非常非常大，差不多爱一个上海市的发电量。所以中国这方面啊，无法度啦。所以你免烦恼有航空母舰，航空母舰迄只定义无效啦。咱上回嘛讲，航空母舰，那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爱做三只，叫一个 team， 想爱做三只。一只航空母舰啊开出去，一年唔免开到等于，但是呢，开到等于修理啊保养爱半年。啊，你想要怎样？啊，所以一个迄个舰队哈。南边航空母舰要有三只，啊，所以中国伊嘛开始讲，伊要做另外两只，各位，迄拢无效啦，迄真正拢下架。所以虽然中国伊现主席马龙有叫渐渐法伫行，所以世界你免烦恼，你唔通看到遐政治人物啥咧恶变恶变哈，哦，你若无等哦，啥物人伊就甲你拍，无迄个代志。所以我是讲，咱台湾民众爱将这真真正正国际法律，互咱所有。老百姓拢知影，互咱的社会人们拢知影。因为你也知影伊啊，你对代理本身你就会有自信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讲爱训练四千名，啊，四千名，我相信也真紧啊。我相信伫年底，咱会我多训练四千名。迄个咱就两礼拜，哎，每一礼拜拢有课，啊，一礼拜普通班，上两摆普通班以后，咱就变进入高级班。啊，即摆很准时。啊，咱即个现主席进行啊，就是每礼拜拢好，咱要用上紧的速度训练四千名，因为四千名，你若国际班毕业的时阵啊，咱会给你一条结业证书，这个结业证书就是将来台湾民政委啊做高级班的结业证书，就是你的公务人员任用证书。啊，初级班，你请明仔的上午七点半的时阵啊，啊，美国的规定，就是送你一面美国的国旗，大面的，啊嘛希望讲。你美国国旗等于哦，啊，甲挂出来，啊，你挂出来，有个人讲啊，有问题无？你放心，啊，绝对无问题。啊，到今日为止，啊，你有啦，顶级的学员吼，诶，初级班，讲挂咧，讲调查局来引导，啊，叫警察来啦，啊，警察嘛真歹，讲叫伊来收起来，伊讲我不爱收，你若要叫我收啊，啊，你去问 AIT 爱收外面，啊，落尾我敲电话话，啊，我讲诶，啊，我伫台北啊，我无都随挂咧啊。安尼啦，你打电话给咱的州长萨凯，爱就随打电话给萨凯，我副州拢挂过。啊，你迄警察嘛，挂三四个来呢。后尾啊，伊的主管来，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？主管徛甲直直来行咧，对不起，我的遐警察人员啊，做错了，袂当甲你没收，袂当甲你没收，歹势。警察甲鞠躬甲道歉呢。我伫这个拜山伫高雄。冇，这代志我冇提出来讲啊。各位，咱一切照法律来。啊，总系一寡较少年啊，什么调查员啊，什么小警察，多毕业的吼，爱臭屁啊。哦，伊继续讲伊掠着啥，免烦恼。咱挂迄个是美国军事政府给你的，拜托你挂的。但是各位会记哩，你袂当用德国。啊，台湾人最爱用德国挂机啊呢？是安那？美国人讲，啊，你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德国到。菜刀啊！你菜刀跟我机啊挂做的不像话，所以我跟你讲哦，你那些机啊，拜托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旗杆，吼、哦，规规矩矩甲挂嘞，你会当甲挂。啊，当然啦吼，咱民政府咱无钱嘛吼，我是希望讲，恁家己会当买台湾民政府的机啊，两机甲挂嘞。美军嘛。美军哈，明年会进来，啊，阿美军明年入来时喏，小来入来，因为中国这边入来发这个新闻情，所以咱嘛甲美国讲，你爱用上紧的速度，
予咱台湾人知影。其实今日美军伫咱台湾2000名 ，CIA 伫咱台湾2000名，所以坦白讲啊，台湾已经顾甲真好啊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讲看我就知影嘛。为2006年开始告美国，2005年来定来这里做定报纸，到今日为止，我敢有代志？啊，我们甲吐槽啊！啊，你若讲这个集团是诈骗集团，啊，那讲起来我算诈骗集团的头头啊，逐天徛伫遮，啊，唔要甲掠去，敢毋是安尼？那无，所以吼、哦，台湾要有逻辑观念，咱是讲法理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咱将来要接政权，要向什么人接？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，唔是向中华民国。所以甲中华民国中间啊，我们不会发生冲突。甲中华民国中间，我们会无缝接轨。所以咱的上课头一讲一定相信话，我们不主张暴力，不主张武力。所以坦白讲啊，你去示威游行，万一又绝对袂插你，够好？无好啊！你脚行较长去嘛，就迄个功夫啦。啊！你民进党，你去示威，示威了，啊，去予车祸，啊，去予车弄死，应该啊。台湾人足可怜诶，台湾哦，拢用感情伫用事诶，不要用法律咧，用一支笔会当将中华民国甲挂出去，你太不爱用迄支笔。啊，用笔我来用，啊，你用啥？用嘴？你敢用讲诶就好啊。你伫遮上课所听的、所学习诶，等于。甲你周围人讲就好啊，我不甲你要求伤多嘛。安尼你敢会变成革命先烈？会无？绝对袂嘛！先烈就死掉了。革命先烈，我无叫你一个做革命先烈，还是革命的烈士呢？迄款政治上会叫人做革命先烈，迄种拢有野心呢。大家去冲哦！啊，死死恁啊！哎，后壁无死，伊做头。卖做革命先烈，卖做革命烈士，咱爱做革命先行者，但先行的啦，就是大佬啦，老乌啊啦。你们中华民国，哪里讲伊是老乌啊？所以伊享受一切有无？所谓的东西享受啊，伊要保卫台湾没有啊？所以咱哦，台湾人头脑爱清醒，头脑爱想哦，想么清脆。当然啦，今日真可惜的是，台湾人真的大部分啊，40年来，话要独立，话到今日无法度独立，话到今日，什么话嘛无法度做。咱一定爱，你看李登辉做13年的总统对不对？陈水扁刷的做8年对不对？安尼偌久？21年，这21年拢是台湾人家己做总统，但是做什么总统？做中华民国总统。啊，所以台湾地位有进步不？无呢。啊，所以你就知影，所谓的台湾独立啊，假；台湾建国假。流亡政府伫咱台湾，伊袂当就地合法。台湾若要行出来，只有咱台湾民政府起来执政，变作台湾真真正正台湾人管台湾。但是日本天皇敢若是红格斗顶内底神明共款。红格斗顶的神明敢会甲你管？袂呢，伊袂甲你指挥呢。上济是伊啊，你早时甲拜者，暗时甲拜者，安尼尔尔呢，只有这样啊。台湾人家己爱做主，就是为遮来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今日因为半点钟过尔，讲到这个所在，啊，小休息一下哈。咱要上台湾的历史的课，啊，明仔载会这个啊做7:30，甲明仔载下晡10:30。是我的课，我个迄当阵才各含咱各位各讲这个法律的代志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学员休困10分钟，谢谢。啊，未领迄个识别证的吼，麻烦来我遮摕一下。